定个200万给爸爸花，不行的，爸爸不要，爸爸不要，爸爸要，他不要，你就不相信。啊，你这样压力我更大。虽然爸爸他那个情况越来越加重，忧郁症、躁郁症、焦虑症全部加在一起，真的是，我这样，我不能这样。因为爸爸心情很不好，家乐福每个人都觉得在带他，我只是很正常的就带他去我们家里面每个月都会做的事情，平常时候也是会去自己跟阿B跟妈妈去啊，那只是家乐福的猫，我没有带他，我也希望他的心情可以好，但是我很努力用我的方法在照顾他了，因为我等一下也要去医美，因为我要去医美看有没有最新的科技帮他，因为有时候人改变了心情就会好很多，像我医美了我就帮他打干细胞，是不是这个很怪吗？可是这是我的方式，你懂吗？对我来说，美是快乐第一根源，所以你一定不开心，你觉得你现在不美了，或你不漂亮，或你自信受损。通常我给人东西都是给这些最实质性的东西，到底哪里不对？到底哪里不好？我这个脸真的是希望大家不要太介意，其实看不太出来。哭三天我医美什么呢？打我自己的生长因子在眼下跟眼上，以防未来有细纹或干干皱纹。虽然爸爸他那个情况越来越加重，忧郁症、躁郁症、焦虑症全部加在一起，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已经好几个月了。因为我姑姑前两天打电话跟我哭，她说爸爸要去看这附近哪间楼啊，然后姑姑就在哭，然后我就说好好，我去解决。然后我昨晚跟她说，那我领200万给你，好不好？她就开始笑，她说我看起来很穷酸，她说有点穷酸，然后她就开始笑，会讲话。所以我觉得她是她想要钱，她又不缺钱，那可能这就是她认为的一种关心方式。没有人会觉得显得钱多吧？你问郭台铭他要不要钱，我就赶快现在去，我们小哈生去银行领钱给他，看他会不会辗转的好起来。我等一下带他去那个阳明山上吃点东西，因为他其实想跟我们出来，年纪大。可能这种状况需要人家的陪伴，又会跟出来，看出来又来又来了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又出来啦？那等一下跟你讲啊。我挺怪怪的，那怎么办？等一下我哟。他其实是很想跟我们出去，他会一直追出来，所以他很需要陪伴。你要领现金？对啊，奖品完都给他，再带他去阳明山上吃野菜。就是给他一些比较轻松的运动，他会不会好转？因为姑姑一直叫我说要我陪陪他，叫我工作先不要做了。他说不接案子不会啊，他命只有一条，搞得很严重，我是看不懂。太严重了，个人觉得就是钱的问题呢，没有钱什么事都弄不了，快乐也是要钱买来的。姑姑我来了，不要领个钱。我去领个200万给爸爸花，不行，爸爸不要，爸爸不要，爸爸要，他已经跟我讲了，他说不要，我就要，他每次是要嘛都要说不要，你不可以这样子讲哦，不然就是说我们要去什么地方，然后他说不要去，那时候又要出来，你什么时候说给我们钱，我们给你拿的啊，快点啦，那他问用途要怎么回啊？给爸爸的，要多给爸爸，你这个钱没有用，他要拿过来叫我要存回去，抽死一句，哎呀。那难过，你啊不做事没关系的，人不在的你什么都没有啊。那他以前会这样吗？不会，今年才开始的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很简单啊，跟他聊天啊。这阵子带他去国外抽脂，去擎天岗看牛粪。哦，可以哦，那个砖头都可以哦。旧的那个很吵的，什么夜店他不要，那个很吵哦。但是有一个去那个钱柜哦，年轻人的那个他没兴趣。十万块有没有？那个比较传统，那个有没有？要让他转移注意力，讲一些屁话什么好笑的。哎，小姐，有没有拿带几双钱什么回来的？他说那天要去找哪栋楼，哎呀不玩嘞、欸，对啊，我听得哦。过到那一天晚上我就不打呗。好，他去问他怎么样，然后你什么都没有了。好，我知道，他骗我，我不骗你，好啦。他那么爱你，哎、欸，怎样照顾你的、啊？下次再找办法了。多陪他就是好办法了。我现在想办法，一个一个办法试嘞。一定要多陪他，这样。然后我这个账不是投入了，这是短暂的，那个钱没有用，人家不爱钱呐、啊，人家是要人家的关心呐、啊。哎，华南银行怎么去啊？右边。有啊，怎么去啦？快点啦！拜拜姨。啊，粉丝也要再回来哦。有没有听到？骑脚踏车去领钱，他带他去擎天岗吃饭。今天就是花时间陪陪哥。在领钱当中，爸爸这问题真的很难弄，我自己脸也皱跟猪头一样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的，谢谢哦。可以啊，坐下很丑哦。认得出来就很厉害了。都要这样子背好，才不会被。还有200万。爸爸，我给你。
钱，我说到做到，你看200万。啊，不要啦，不是冰冰要，我是林飞哈。无聊啦，不是玩具超，是真的。你放着放着，我不会给你拿。先拿去。我要用什么？你用完就开心了。啊，不会啦，我不会用钱啦，你想讲什么啦？那我先放里面。干嘛去领钱干什么啦？你说他把你把他当底价，要梳好哦，要梳好哦。比较无聊，我不会去用那个钱呐。到时候明天要再回去找他，还要拿过来掉，我要存回去。结果发现是你的存折。妈，不要拿回去了，真的。对了，比较无聊哎，你在忙什么？我就跟你讲，你去领那个干什么啦？明天就拿去把人家存回去了。我们去阳明山要不要？去看牛。好，去捞钱再回来。好。那存折一起拿去。够无聊哎，怎么会去领钱？你真的无聊到透。是真的给你的、啊。你给我干什么？就给你用啊。我不可能啊。干什么、啊？给你用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会去用那个啦，找麻烦啦。我心情不好吗？给你用，跟那个没有关系。我也不是会用那种钱的人。我这不是给你的，给你。你在讲什么？你这种像小孩子哎、欸。那边，你在转、那個。我知道，我看到了啦。拿进去。你要来挂这么长？不用。小哎、欸，别搞我的牌子，我的牌子不玩。你是先一票的。我提那条皮啊，明天在那个工作这边。不相信，你这样压力我更大，压力我更大。爸爸，这个不用存，这个给你。哎呀，我不会要那个啦。那我们走吧，我想没啥事。不是啊，去看你哦。嘉玲要啦，我们回去。你上一次出来走走是什么时候？忘记了。往下去走吧。嗯、不要了，回去了。不要去。让他走吧。真的，我们做你的事情。还是爸爸去按摩。我是去按摩，骑车挺远，不用走过去就。我们一起去。现在手都会麻。昨晚我不是要拍照了吗？不就拍完照就好了吗？没有办法，心理的压力。那心理压力的点是什么？啊，我先给你钱了。立马后啊，铁骑痛起来，你皮笑。小心哦，不要让行人先走，小心。我已经让行人走了。现在开车都很多那个。我知道，我觉得你有时候是管太多，就造成你心理的这个问题。你可不可以不要管太多？哎，知道。你这样子我可以看着也是很紧张了。我自己去就好了，我带你去了。不要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为什么这样？等一下不能切，等一下，现在靠右。你要怎样啊？我们要右转啦、啊。我们要直走去按摩脚。没有啦，没关系啦，你回去这样子很累啦。我现在赶快去公司有事情，赶快回去处理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自己去按摩就好，好不好？有什么事？员工的问题，扣又管的借钱，然后那你不要管他嘛。对，在我们的员工，你都不管，他今天没有来，他没有来没关系嘛。哎呀，不要，嘉玲，拜托啦，我不要啦，好，右转。我不要去啦，你真的是我那边啦，你这样干一直在走什么啦？回去啦，嘉玲，您的好意我都知道啦。哎、欸，忠诚，您的好意我都知道，真的谢谢。我有一些事情要处理，我怎么有办法这样离开这个地方？嘉玲，这样我不明白你点是什么呀？我点就是身体不舒服、欸、啊，不是要开刀了？对，我都觉得这样很烦嘞、欸。大家都觉得，那你在烦什么？那因为我要按摩，就自己去按摩就好了。那你稍微动一下，心情就不好，就这么。那你不是真的要吗？没有了。有重的格子。哎，不要这样子啦。很好啊。需要怎样？哦，我自己用走过去可以吗？不是被车撞的。不会啦，那你们怎么讲话都讲这样子？因为你一天到晚要。没有啦。点是什么？没有啦，我没有说要去。你又不是你要敲哪一条哪一栋楼窗吗？没有，是胆子是乱讲话，是我朋友的赵先生在讲，他说他要跳，不是我，是我朋友赵先生。不是你要，不是我，是赵先生。你好，因为我朋友在底下，我要下去。好，你要找朋友？我朋友要上来吗？没有，我是赵先生。他跟我讲说他哈、哦、一个人住他很烦。那谁是他感染你变成这样？我看到姑姑的身体这样子，那你管那么多人干什么？好了，不管。那我要去哪里？你带我去走一走。对啊。你不要哭啊！你哭，我知道怎么去。哎，你不是先走的？没有啦。那你要哭怎么？我就哭的这样，后悔。没有这回事啊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下去找栋楼。不要这样讲。哎呀，当老板的要哭你嘛，好啊，好不好？那就是 fuck。
又没怎么样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就很烦那个妹妹、啊。烦什么？你烦妹妹，她你就不要管她嘛。我烦妹妹连的联络都没有跟我联络这样子。你不要管她，你会出现，你不要管她。手机的验证码几号？有验证码做什么？我不知道要叫她怎样。调高额度了。不用调高，你要调高。我们过人生这样就好了，钱乃身外之物，来的不走。不用调高，你还在等哦，拜托。让他等啊，20万不够啦。我说够就够了。你要按哦，是不是？嗯。按、啊、你们呢？一起按啊。里面人也没有那么多啊，没那么多，他收电收一收吧。哎，你讲话拢安尼啊？家庭你没有安慰爸爸，还反而这样子给爸爸压力，这样子干什么？你这样弄到爸爸都没心情。我本来就没心情，不是。是我因为我爸爸年纪大了，那因为是因为你的欲望太强，不要那么多欲望。嗯嗯，你要那么多东西干嘛？对了，你心情不好，他就心情多，他很担心，他担心。真的，家庭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爸爸今年呢、啊、就手你是卡到了、嗯，没有那种东西。我约那个健康检查要去吗？不用去了啦。已经有弄了。哎呦，这这家里拜托你这样子弄到爸爸，这真的是我不能去呀、啊，因为我都有偷学啊。那是全身性的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你就这样子，我不要啦，我不想去啊。要20万。青菜公公，那你把它验出来，有的没那个麻烦。按摩，阿弟猫怎么样？我们都对人家都很不好意思。有一天阿弟没有做的时候，我们会很辛苦，常常担心这种问题。你想的东西太多了，都不重要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有问题吗？有了，有了。很开心。就玩公司的事情，女儿伊嘛是足紧啊。哎，我对我头壳足歹势，但是我因为虽然拢打红了，就甲老爸手打红了，都帮他。那你还有办法开心起来吗？开心，很开心。跟下午比起来，好多了。好很多啊！可惜的事情要去把它做好。他做好了，你会快乐吗？当然做好了会快乐啊。